来宾致辞。好，我们请林县长。台委主席，陈文昌议长，林其山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议员先生，这个国副馆长，陈秘书长、罗秘书长，各位相关的工作同仁，大家较早。今仔日咱贵会召开这个临时会。首先，小弟带领全体的这个一级主管来甲各位做一个同时要拜请各位会当针对旧年度相关的决算来完成审议。咱休会期间八月初以后有一寡人事的移动首先来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原来建设局长高寿孙先生升调的经政署，咱即马新的建设局长由詹永茂局长来担任。另外咱文化局林秋芳局长因为这个家己有另外的这个安排已经这个离职。即马伫八月初嘛，由李志勇这个先生来担任这个局长。另外咱的消委处原来这个文处长因为这个身体健康的关系伊申请疗养所以咱即马消委处长由原来罗岗处劳副秘处长来接任吼。咱的罗岗处长由原来咱县政府的黄林安机要秘书来接任。另外教育处文处长确实这个这几年非常的操劳。包括伊太太身体嘛，需要伊做照顾所以已经申请正式退休了吼。暂时即马由咱曾秋香这个代理这个教育处的处长。环保局陈定钦局长伫咱顶礼拜五已经正式去文化部报道接任这个这个文化资源署的这个署长即马局长的职务暂时由康立和。副局长这个简单吼，这是人事的部分。对整体管程的推动虽然咱即马今年都剩最后一季县政府嘛着手伫编制这个2006年度的这个预算计划，相信贵会伫定期会临时会，甚至真侪过程内底反映地方的需要，甚至伫咱艺术殿堂顶头有提出真侪好的建言的部分咱希望各局处拢会当容纳伫新年度的施政的内容，所以咱应该会当伫十月中旬甲咱新年度预算送入议会，嘛拜请这个各位会当伫这个审决审的过程内底会当针对旧年咱各局处执行的这内容提出宝贵的意见应应应给的代志咱拢希望会当随时来精进随时会当提出搁较会当呼应到咱全民的需求甲地方的需要即马针对宜兰县相关的课题虽然咱今年真好运风台这个进步虽然有几啊摆大多多数拢无伫咱南洋边缘这个所在之外但是咱相关的地水甲相关的这个工程的准备大多数拢如期伫进行，除了一部分贵会伫定期会时都发觉因为咱这个招标贵啊处流标，包括即马公兴抽水站等等最近拢已经顺利招标出去，咱希望会当伫真正防汛区的时阵甲这些必要的设备甲这个装置拢会当顺利来完成当然，治水的工程，咱还有一寡应该还佫进行的要求中央继续佫甲咱这个来做财源的挹注的部分小弟最近对甲咱相关的部门的主管去经济部找部长将咱第二年度计划会当顺利来达成的部分有关贵会伫地方的清楚意见，我嘛拢会准备来甲中央来对话。第二个课题就是大家所关心的
交通拥塞的问题，包括涉山隧道，包括咱安那会当利用这个IoT 吼智慧交通吼，也是讲咱宜兰县相关的交通的结构，那么已经有一个经过十年通车收缩一个规划检讨最近嘛会甲咱交通部来做一个正式的对话争取包括铁路高架也是咱还未完成的这个山脚道路等等啊吼，这个部分包括咱会当来做这个省路换线的这个工作，会当甲咱宜兰县交通的结构做一个有效的这个治理。第三就是针对大家所关心阳明大学附属病院即嘛新的园区嘛已经完成相关的这个设备甲工程啊吼已经伫即个月进行这个初步的运转。小弟特别去拜访林全院长，希望伊会当伫后个月找一天正式伫阳明大学正式来启用的时阵会当来甲咱全民做一个宣示，会当或者阳明大学附属病院正式提升为医学中心。咱的企图不只是这个医学中心，希望宜兰县会当成为高龄社会健康促进甲高龄这个长生研究健康促进的有关的产业的一个准备吼，结合咱这个湘南这个分区吼，会甲咱相关的这个大学用地会当来做一个有效的处理啦吼。这段时间大概我已经伫相关的中央部会有做过相关的对话，咱伫明年的全国运动会，咱伫宜兰县几个重要的地方经验建设咱拢有一寡对岸吼，希望讲中央会当伫今年的这个立法院审议明年度预算定案以后，会当陆续甲咱宜兰县所需要的建设陆续来甲咱核定真侪准备。咱拢希望讲宜兰县这几年来的发展，咱伫规划的监督甲鞭策，行政团队所做的这个基础的准备，阮即马甲中央的对话只有甲要求一个真大的原则，就是讲过去真侪年欠宜兰的部分，爱陆续还咱一个公道，用这个原则咱去争取建设啦吼。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对原民的需要不管是部落振兴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这个部落发展，包括原住民自治的问题我们都在相关的议题有跟原民会后面会有陆续的对话，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会当容纳各地的一个具体意见我相信即马新政府即前都四计划看起来真侪工课因比咱搁较济课题吼，应应应急的代志还在收敛当中吼。不过，咱已经有做真好的一个基础，希望咱未来会当有一个一致的这个声音，共同为着宜兰未来发展，争取咱宜兰县民甲宜兰县整体发展上需要的这个资源。我希望讲咱会当共同聚焦一些共同的声音，包括直线铁路等等我这拢是。会当伫过去贵会提出的质询建案当中，咱继续来回应一下具体意见。以上就这个临时会来向贵会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希望贵会会当继续鞭策指导促进咱宜兰县整体发展。最后建筑贵会这个临时会会当圆满成功各位议员先进伫服务的这个所需要所会当。来甲咱行政单位回馈的，嘛请各位继续会当来甲咱批评指教最后敬祝大家平安顺利，谢谢大家。李晨，好，我们来休息一下了，再来继续进行议程好，休息。